天堂啊！
的姐姐，走，快点先过去。好，能拿球球了吗？拿球球。你又拿球球了吗？加油！好，云奈来，跟姐姐走。慢慢拿，慢慢拿。这是小小的水管，我们开始把球球放进去，看它会跑到哪里。我，哎，你没有放进去啊？我们放进去，然后手再放出来。你看球球，你要看，那球球在里面。好，放进去。哇哦，掉下来了！哇，球球掉下来了。那你要从对的方向啊！哦，有一个球球，那你的球球怎么了？塞进去一点，看里面。哇哦，又跑掉了，出来了。好，那你的球球在那边，看它会跑到哪里去？它在这边呢。哇哦，你的球球跑掉了。来，跟姐姐，你用姐姐教你的方法，把它放到那个洞里面去。放在洞里面去。好的。对啊，它会从那里掉下来啊。你要从那里远看。那里。小朋友才可以玩的吗？大人也可以玩。洗手间好可爱啊，很缤纷。
然后还有分成那个优酷又又优酷，这个是小朋友的球池区，然后还有小朋友一到三岁比较适合玩的这种益智类的玩具。又有在敲鼓了，大家参观一下。哇，背面是有那个攀岩区。很适合小孩子来玩，然后妈妈放空的地方。去二楼看一下，然后它这个地垫都有处理过，所以踩起来是很软很安全的，这是以前的旧成品。好，这是售票口，这边买票带小朋友入园。的地方，但比较适合亲子。哇，这个指纹区好特别哦。复古球池，优酷岛之屋，稍微做细部的调整。哇，这边感觉可以走进去拍照。我看看入口，这边可以拍照，也超可爱的。那我的小模特在楼下，小模特啊，他的哥已经完全忘记妈妈的存在了，他的世界就只有球池跟漂亮的姐姐。小乌龟去游泳，原来乌龟是可以动的。天哪，根本是辅导派啊！怎么那么有趣啊？这个姐姐真的个性超好，超有耐性的姐姐。想不到现在新竹市也可以有一个优酷乐园，让小朋友可以在这边玩。哇，那个达乐哥在骑乌龟，骑得很开心。我在二楼拍照，那个乌龟是可以推的，好有趣哦。就可以玩很久，他又要骑乌龟，太好笑了。哎，好多场景。哦，对啊，以前的旧成品。现在完全就是小朋友的游乐园，我觉得改得还蛮漂亮的，可以想象以后加入这边都是家长。很多地方可以拍照这样子，感觉忘记妈妈的存在了。
敲鼓实在太有意思了。来，你去楼下看一下。像这个，看一下，看一下达乐哥。好，这个是欢乐积木墙。哇，他们来到这区了。装饰用的，哇，掉下来了！哇，舒适的温度哎，你好棒哦！谢谢你帮锅炉爷爷弄好温泉。好，这边是小积木，小积木要上去吗？要停在哪里？哇，这我们在这边应该可以让他玩三个小时都没有问题。他已经忘记妈妈的存在了。所以这边的这些优酷都是小朋友画出来的哦，颜色会长得不一样，还蛮可爱的。都在这边扫描。对，这个我们刚刚画的优酷，然后这边扫描之后就可以红色的这个红。要想来玩优酷乐园的，赶快请妈妈、爸爸带你们来哦。那今天直播到这边，拜拜。